數據。哦 ，OK， 都好，因為俾曬所有嘢。哦 ，OK，OK， 唔該曬。回香港之后第一个工作 vlog， 然后我现在全素颜。今天我们请了那个消毒师傅来帮整个 office 做一次消毒，然后我现在要来组这个 laptop stand。黏黏的。啊，这有需要组吗？没有吧？啊，我弄反了。是这样才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去附近的那个社区检测中心去做这个隔离出来之后要做的 mandatory PCR。I'm happy on my own.我们现在在纠结于想不到一个影片的主题。我对面的 Charlotte 现在满脸的惆怅，脑细胞已经死了。可是你们要吃东西要怎么连到 Con 呢？就这样，很 cringe 的画面。残票，到底要用什么形式呢？出关之后的第一个 shoot， 真的？我的荣幸，即虽然你是一个危险的接触者，咁but it's okay， 我唔会同你有距离嘅。OK， 你讲解一下你今天的造型，你觉得你今天是一个什么 concept？ 今天我是一个风骚的坏学生，翻学系会有咁样嘅，呢个是一个。雜誌叫做 Mindy Journal， 好像叫幾靚 ，nice，yeah，nice。항상처음은설레이지널보러가는길도마치구름위지너에게하고싶은말을생각하다가나이렇게나가바보라는것을알게되었어참바보같이머리부터발끝까지고민까지가스여낸커피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널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이리듬에맡겨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분위기를타고날아가지못한곳을데려가줘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을몰라말들이너무많아우리걱정은나나는널보며지금말해嗨，好久不见。今天是拍摄日，哎呦，撞到墙。我们这里有谁呢？是我们今天美丽的美术大人 Gigi。Gigi， 刚刚你看到我，你说你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觉得你很漂亮。你才怪！你说我是变黑了。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可以试一下。我不要。那你是假的。这是我的作品，你看一下，美丽吗？哇！就是哇！哎呦，这个头发更高你要遮住啦！像怀孕一个 super， 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啊！我是怀孕了，恭喜恭喜！恭喜！不会唱老歌，暴露年龄。I can tell you leaving me, I don't need my eyes to see. You've been drifting quietly, wow.I've been dreaming sound asleep. Now memories are all I keep. 看表演要先喝酒啊，就是要嗨一点啊。你看我的冰箱都是酒啊，每人一支啊。这个只有2%哦。哦，那你们家只有盖世宝可以喝了。不要乱叫了啦，好笑。我们现在要赶快吃一吃，然后晚上要去看阿咪的表演。嗯，今天晚上是一个社交的聚会吧。射手座加油！对，你是射手座哎。你的 MBTI 是什么？哎，我们俩是一样吗？对啊。
就是 I 啊 ，ISFP 吗？那个叫 Yes。I 跟 E 的那个差别不是说你内向或外向，而是你从自己获得能量，或是你从就是跟别人的互动里面获得能量。你觉得我是 E 吗？你是很漂亮。你整个人都没有力量，靠，可能要靠华人。我以为你说，我就靠。可爱的人都没有男朋友这样子，真的是有病了。你拍了吗？我拍了。那你帮我交一下男友。我也要。现在呢，正式的把我身边这两位朋友真友真男友，对，你给你三个条件。三个。三个条件吗？嗯。楼俊秀，楼俊秀，楼俊秀。你看我的口罩。怎么我电话响了？很可爱。我觉得在 Killing 家永远都很混乱。很多的花，然后我们快要迟到了。没事的，我们的阿石不会迟到的。온빛이담은하늘의색깔이모든것을내가부족지금내저흉인거다뻔한야이불러너아이고니가센터대가몽보우리여자보제내야삼야사이원무와出去跟 Killing 一起拍摄，然后今天的 call time 是早上8点钟，然后我现在先出门接 Killing， 然后我们再一起过去现场。然后今天是拍外景，所以感觉会很热。我今天的 OOTD， 我现在去找一找有没有小的电风扇可以用，好热的感觉。刚翻出了一个小的电扇，然后先充电。还有这个手机的充电器，哦，在葵冲，哇，葵冲真的好远，我昨天大概睡了3个半小时吧，我的天哪，我的车子大概，哇，我今天又坐到 Tesla， 我昨天坐了2台 Tesla， 然后今天又叫到一台 Tesla， 然后我等一下就不带相机出去了，因为今天拍完之后，下午又要到处拍拍照了。然后哦对，然后今天还要记得去做最后一次的 PCR， 行程也是满满的。哎呀，我准备带出门哦，我一定要带一罐水，不然等一下 Killing 会热死。哇，我跟他讲一下。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从音乐方面发展了吗？他们那边现在开始拍摄了，我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布好这些蛋糕跟饼干，还有 Killing 的袋。系啦，而家的时间是 almost 朝早9点钟，好早。刚才准备的。先去回心，然后再去观塘，然后再去找 Killing 弄工作的事情，然后回到然后再去做我这次隔离完最后一次的 PCR， 然后才回家。对，然后我今天呢，因为拍摄的时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我今天一整天就是喝了柠檬茶水，跟吃了一个冰淇淋，然后一杯水果茶。今天晚餐是之前做的辣椒鸡汤，然后想要煮一点乌冬面，对，因为有要买菜，想要炒姜。我也不知道，我累的时候就会想要吃很简单的东西，对，就是不用动脑的那种。
阿哥。Hello， 请问这位是 Keep Doesn't Share Food 的博主吗？我讲博主。我是，我是。你学会了吗？学会。这个是什么口味啊？腐乳通菜，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我腐乳。对。但是加通菜，嗯。觉得有点怪。没有啊，香港很流行这样子。真假的？在披萨上面吗？哎，没有。我今天跟 Chloe 穿的超像的嘞。没有。你说什么？有，你看，两位 Charlotte 今天都是穿黑色的衣服，你们敞开一下。女朋友们，你拍我啊！我脸是黑色的。不不不，你的脸还好，你的硬糖是黑色的。超。Yeah, I'm living this life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Don't flip, don't trip, keeping up the good mood. Cooking up some good foo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treet. Yeah, people wanna chill, they can come and speak to me. Wow, 哇，大家，这个是我们那个 C Dub 的主视觉，拍手。Okay, never mind. Never mind. Okay, hey.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Cynthia。那我这边很快的带过一下Hong Kong Press Play 这支在 YouTube 的一些东西。好，那我们先到 Talent 的部分。